三月十二，小哥哥的好心情。之前被我们风哥哥在舞台上摸了下巴调戏的火羊宝，也是大方分享了一张自己站在春日暖阳的街头，帅气回眸的小清新街拍图。戴着大大的渔夫帽的我倩，今天也是一个葱嫩葱嫩的小哥哥，都是全世界最好看的人呐、啊！报道。